江苏银行。这个银行呀，感觉是本地非常知名的，不然也不会开在非常中心的地方。前方200米啊，就是苏州中心了。能开这边的银行呀，都不是泛泛之辈。狮子看见没有？厉害了。交通银行，金融一条街，这里是就在苏中心的脚下100米的地方，金融集散聚集地。证券是东吴证券，金融大厦。太厉害了，这边经济金融中心，简称苏州中心。前面啊有一个地铁站，连着很多小吃街。汇丰银行，太厉害了，放大给你们拍啊。苏州中心非常别致的造型，非常厉害。这是什么雕塑？看上去非常高级，非常厉害。苏州中心广场终于到了，厉害的地方，厉害了。